哎，我们打完第一关了，我这个没摔到。哪里啊？我第一关好轻松。第一关轻松的。你要跳过剧情啊？是你可以跳过对不对？我不行。你也可以啊。是啊。这是什么？你就不要按就行。我们刚刚打窗帘。哦，这应该不是真的吧？看来这个、啊、不是真的。卡比没有用上家那个。我成了好朋友吗？看来是的。这时候，哎，这时候也可以当旁白啊。出现了，就是汉堡包。外送的先生，您的汉堡到了。您的汉堡。2万份。是汉堡吗？哎呦，这就是敌人了。细菌哦，不是细菌呐、啊，哎呦喂！我要用塞尔达公主，卡比就给你用。好好好，我要卡比，我要卡比，卡比最棒了。卡比，卡比。哦，前两天用锤真的超爽。我两个都用女的好了。一点。我其实应该用不到第二只了。他比较锤，锤去放下一只落雷，然后你的这些冰落到你不需要用落雷。嘿，我还没，嘿，不要啊，那我玩啊，打我死机啊，大混战，边边你就把他推下去就好了，他们不懂得攀爬，他们不懂攀爬。我那云是怎样？云就比较难对付，很高。OK， 我弄好。小公主，威力不减。哎呦！有贴纸，贴纸。我用手杖丢他。你刚刚听到的是什么？有。还有一只，哇！球棒丢交给你了，是哦，烦死了。你这样交给我吗？对不起。吼吼，痛快！防不让，你仔细看塞尔达公主。喂，敲你了，我跟你讲。我一过了，不要打我！敌方的算是也算很厉害的角色，瓦力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亚空间爆弹，这一颗就。试驾，哇！试驾，这个要试驾。试驾5000，观众试驾3000块，亚空间包你现在要算你500块，打折价。现在买了再加送卡比一只。哦，这个是要打那个花的。对。先说要打哪一只？谁用卡比了？那我想一下要打哪一只。对，他说左边打了，两个还不知道我是哪一只。为什么旁边还有观众？真的怪了，观众们，生什么气啊？为什么每次吃都是小的啦？飞出去没了，没命了，但还有一票。捡贴纸，捡贴纸。
每次打到一只 boss 都要掉三到四张 TS。这么多？对。啊，把波过来。我被出来哟。因为打左边就是救萨达公主，右边的话就救马里奥公主。当然是先救我啦。这是什么关系？这是什么没关系？其实你救哪一只，到后面剧情发展是有影响的。是哦。对。有影响。这就是亚空间爆弹的威力了。那一部分什么都没了，太夸张了。等一下黑洞啊。第一关过关，几分钟了？六分钟的过，六五三十，那我们可以打五关的。是哦。对啊。我要打五关，我手回去会不会瘫痪？一撑着。之前我是这样子把我已经快破完的记录给删了，现在不能再删掉了，要保存好。现在我手也要好好的保护好。第二关挺危险，我们刚打那关已经掉进那个黑黑的洞里面了。嘿嘿。等你破完后面，你会发现整张地图到处都黑黑的洞。有。女神下凡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天空姐。玛利亚哎、欸，为什么是手机？它是光光的，一整片光明。四根手指头。是如来仙丹哎。如来仙丹。哎，那是公的呗。这一趟西天取经行程路上困难重重，你就去吧。他是行者孙，孙行者啊，这是孙，行者孙是。是啊。把那个《西游记》打开去看一看。《西游记》。我有点好奇，他有翅膀，为什么到后面他追不到那个飞走的人？哈哈哈！他用跑的去追啊！他教我们选吗？这是剧情。OK， 我要左边那块鱼。哈哈哈！啊，中间有点凸起来那个鱼。嘿。你给俺加。左边有宝物。要不要来一个？一直好。这地方有点不明，发觉天水有气氛。我刚抓公主哎、欸，我抓公主了，咱走不走吧？不用录了，抓公主了。刚那个公仔是公主的、啊，没有仔细看，我刚才一直在看手机。啊啊！我订的外送。那整台是？墨族是拯救黑暗的航空母舰，对，他们是同盟啦，他不是主要的犯人，所以他们后来因为他飞船被抢走，然后被背叛，所以黑暗也跟着加入了同性恋他们。他站在汉堡牌上。我的汉堡包。你要左边哪里有东西？由此可得知，刚那些弱到不行。这边来，不加什么打死，就把他们推下去就死了。推下去就死了。而且有些不要理他们，就冲就对了。有自重吧？你敢打我？真的以为我不打你了？汉堡包。多多多。哦，没有路。哦。还有一条命，别急。
我是没车。